打过我。门口吊刀刀吊刀着，门口吊刀刀刀刀着，门口吊刀刀刀刀着。不行，重新来。女人，嗯，这太油腻了，这根本就不适合我。朋友你好，皮的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皮皮狐的朋友刘野，咱有话好说。满分十分的话，给自己的新专辑打几分？十分。十分。这么自信吗？嗯，因为是全身心参与的一张专辑，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，个人专辑，所以打十分的话是给自己和所有老师们的努力打十分。说一个今天的 TMI。今天拉肚了。今天拉肚了。自己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东北家常菜。比如呢？排骨炖豆角，红烧、排骨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刘大厨的食谱离不开排骨，想以什么词调上热搜？都行。英广大粉丝想法，今年有没有可能剃寸头？够呛，感觉。那明年呢？嗯，看情况吧。有假发我可以试一下，戴一下。是时候把我们准备的假发拿给你了。啊？吓死我了！收回我刚刚那句话。嗯。荒岛求生，如果带三样东西的话，你会带什么？带一个朋友，带一个手机，带一个无线 WiFi 蛋。带一个什么样的朋友？这个不知道。刘也是回答，给皮皮虎整不会了。到时候再说，够呛，都行。是不是要尬住了你？反射弧太长是痴呆美人。嗯。谁说的？反射弧太长我承认，但是痴呆美人我不承认，因为我是其实在想事儿，就纯粹在想事儿而已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反应那么快。我给抠下来。我给痴呆揣兜里。你不太会怼人啊。下一个。有实力但缺少爆红的潜质。嗯，我觉得是命的问题，就可能命格不够，所以就是缺少了一点这个爆红的潜质，但是咱们知足现状就行了，随缘，一切看缘分就行了。接歌词挑战 Round 1。我希望这段路这篇章很漫长，向前看，在未来我们的好时光。Round two。你刻在剑，要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，命令着你神魂颠倒，是你踩碎我的戒，全都没关系。Please just give me keys， 也冒进心。全是我自己唱的，啥意思 ？Round three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？不会真忘了吧，这可是要被惩罚的哦。失眠的失眠想着最好味。不是，我唱的是后面第二段，全我自己唱的，啥意思？上惩罚。挠痒人呢，你搁这儿。哎呦，还没打够啊！接下挑战，用东北话模仿绕口令。门口吊刀刀刀吊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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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口吊刀刀刀吊着。太容易了，这个。真有这么容易吗？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。门口吊刀刀吊刀着，门口吊刀刀刀刀着，门口吊刀刀刀着，门口吊刀刀刀刀着。要不要及时回复领导在非工作时间发的消息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说强求，一定必须得，就是不管你工作还是非工作时候一定要回信息，就是看到了这个大家的基本的素质得有吧，就别人给你发微信你肯定得回嘛，就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就是工作如果你真的不想回，你可以
等一等再回，等一等再回。但是咱们还是得回一下，我是觉得这无所谓，就是你不能说就是可能周周日放假或者干嘛就直接这几天就不回，那我觉得有点不太好。就是看到了就回一下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你觉得需要及时回复吗？不用及时回，看到了就回呗，谁也不能天天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盯手机瞅。你是在说我吗？厉害，你颁奖。福利环节之粉丝问题大翻台。野哥平时休息出门概率是多少？最近概率高，之前概率低，总不能一直躺在床上吧？那肯定不可能，多少还得活动一下。给我们录个充电提示音吧。想知道野哥的健身计划进行怎么样？嗯，还在进行当中。有腹肌了吗？啊，好像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福利环节之可爱表情模仿。环节之说霸道总裁语录。女人，我承认你的小花招成功的勾引到我了。不行，重新来。女人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一秒。女人，我的卡里边充了一个亿，拿去随便刷。这个不错，读就读，早还点评上了。我要你这辈子都逃不掉，这辈子都是我的女人。嗯，这太油腻了，这根本就不适合我。读得好，下次不要再读了。福利环节之清唱一句新歌。还在不断寻找预感交错的心跳，稍等你别走，要一起相爱偕老。 Who think about it。 我就只会画牛，我就画牛了。好嘞，这一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吧，牛，这个是一个歪字，牛眼。